送了一条。出去了，啊，我们讲诶，欢喜，我们讲诶，欢喜哈。啊，再看几何人生，安尼尽量伫咧解决，多谢你，多谢咱领先，多谢咱呢，啊，讲尽尊荣，所有的啊，这两天非常感谢你，谢谢，多谢诶。咱尊敬管理委员会，咱的主任委员林金成先生，带着团队来甲咱大家讲，努力，甲大家讲，辛苦了啊，多谢。咱这团队真有劳吼，我那是爱有相当的训练呢。哎，这若无相当的训练，咱跳板跳低，跳无两个就空卡跳啊！团队前面我那有技术，我那有技术哈，啊，真努力哈，无论跳板出低，你都爱有相当的技巧的。好、哦，谢谢，哎，多谢哈，啊，这两天会接你，你好、哦，我唔知影，但系看你现在咧是表咧表现咧，真是唔知影哈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咱咧恭敬尊荣，啊，伊是咱咧职务前辈的托举，我咱精神大满，哦，谢谢，多谢，啊，咱尊重咧，咱咧国民尊重多谢，祝贺咱大家平安咧。好，非常感谢咱公德尊荣的献甲，谢谢各位，多谢恁嘿。好，来，咱下面这边的上届的阿弟们，啊，多谢恁。好啦，好啦。上个小店呢，他如果上好车，现在上好车呢，没上江呢。好嘞，啊，不要紧啦，哈，就是啦，嘿。啊，因为咱练球啊嘛是真热心啦吼，啊，所以伫这个面前呢，不管是上场的，伊都是真热心伫咧帮忙吼，多谢啦嘿。非常感谢你。